Hello， 欢迎来到加拿大留学日常，我是艾蒂。最近其实很多人留言私讯我说，出国要练什么系比较好？里面最多人问的主要就是商科、工程跟设计。那我就一个一个来帮大家解答。今天很开心的就邀请到我留学一个设计非常厉害的朋友 KC。大家好，我是 KC。大家对他应该也不陌生，他在国外是练工业设计，然后练完后他回来台湾，现在是从事室内设计。我有整理很多网友的提问，那我今天就是问 KC， 让 KC 帮你们解答。请 KC 再分享一下你在国外练工业设计的转室内设计的一些学经历的过程。其实就是我遇到最多人问的就是，那你学工业设计为什么做室内设计？加拿大的大学的制度来讲，它没有到那么的不相关。如果说你要从大学毕业，你要拿大学的一个毕业证书的话，你没有室内设计这个选择。哦，意思说加拿大其实没有室内设计系，对，但是室内设计的课程都会包含在工业设计里面。对，在我学的时候呢，没有室内设计系的大学专业，只有工业设计或者是建筑系。工业设计跟室内设计的区别在差在哪里？以国外来讲的话，这个东西就会比较深入到变成说它学制的问题。如果你今天是 college 的话，他们是2年的专业课程，那他们的课程就会非常的 focus 在他们这个专业。譬如说他教室内设计，他就是一直在教室内设计。但像我们在大学的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还是要上英文，还是要修第二外语，还是要修一些其他的共同科目，明白，甚至我可能可以去修商科的课程。但是如果你是在技职里面的技校里，就是跟台湾一样，如果在技职，就是你要学什么就已经固定好，不能自己就乱。对，会像在读高中一样。今天我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就如果你出国，你想要选择练 university 或 college， 就是技职跟大学体系的话，基本上就是两个方面想。如果说你想要很自由的选课，那你就选 university。对。那如果你希望说人家已经帮你整个 package 做好，你就是照着走就好。对。那你就选技职。实际上来讲，每一个工业设计系读出来的学生，他会的专长技能完全不一样。不要说他会的，他学到的都不一样。因为呢，你可以自己去选不一样的课程。举例来讲，大一、大二的课可能是固定的，到了大三开始，你可能可以去学速写、学美术的课程啊，可能素描、水彩、油画都可以学。你也可以去学透视、建模、学 3D 列印，甚至木工都可以。明白。那我下一个问题想问你，加拿大的设计跟台湾的设计系在学的过程中，主要的差别有哪些？你在那边考的证照在台湾会不会认可？首先证照是完全没办法通用的，因为台湾考试制度的内容不一样。然后再来第二点是，国内外的这个职业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国外的室内设计师跟台湾的室内设计师可以理解为两个不同的职业。国外的室内设计师通常都是在系统柜家具或者是在家具行当 sales 的同时，他会画图，就是你在卖家具，然后帮他规划他的家具这样子。在台湾的话，你要帮人家装潢整个，对，你要懂整个的工程流程、工程的安全，对吧？你要有这个室内装修的证照等等的这些东西。在国外没有这个证照，明白？室内设计师不用去懂水电。国外的室内设计在学的话，实作上面的话是会比台湾还重视吗？还是差不多？室内设计不会，工业设计会。如果你是 IT school 出来的室内设计系，那你基本上呢会的东西就是画图，跟在台湾的学校学的也是一样的，只是台湾有这个职业生态圈，室内设计。设计师会需要去承接这个统包的工作。那我下一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大家都很想知道的。像你留学回来台湾嘛，以设计系来讲，我在国外念回来会有什么优势吗？你如果单独就是去读2年 certificate 技职的课程，不是拿到 degree， 你可能是一个 diploma 或 certificate 的话，课程内容跟台湾应该不会差距太大。读大学来讲的话，或许会认识不同的人跟人脉的建立。那譬如说，如果你是学国外的其他的设计专业，譬如说像是建筑设计这些的话呢，就可以学到是在台湾可以运用的东西。也就是说，台湾的这个室内设计师的职业要求比较高。譬如说，我会用路打、洗钩、贴皮这些东西，我都有做过。在国外就有实作，我知道怎么把一块原木，然后不断的加工涂料，然后让它变成一个木板。这样听起来，我会觉得好像是念大学的 degree 会比较好，就是学的比较全面，然后也确实可以做比较多实作，不会说要求你要一直在做，你只是刚好有一门课会学到这个，然后你也会学到铁工，也会学到怎么样去接电线，真的设计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我今天抽屉里面要长插座，啊，这是最近很流行的嘛，对，那这个东西谁会想到？是工艺的设计师想出来的，但台湾可能会是室内设计师想出来的、那听起来就是从工业设计转室内设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工业设计这个系来讲的话呢，你等于是所有实物的设计师。比如说像这一间用的是星光 Glatima 的这个开关面板，这是工业设计师设计出来的。你的手机 iPhone， 这是工业设计师设计出来的。难怪那
那么多人想念设计，听起来我觉得念工业设计其实它可以发展的很广，不只可以去走室内设计，还可以去走研发一些产品的设计。它比较像是发明家。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现在想念设计系的朋友们，他们就是在出国前啊，有人会做很多功课，想知道说大概会学什么东西啊，对，或者是如果说我决定要出国念设计，那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或事前先做什么准备？国外的设计系讲专业里面的话呢，会非常的在乎你们的 portfolio 作品集，基本上就是重中之重，完全是以作品集为主。高中的时候我要怎么去收集这些作品集？你一定要针对每一个学校去做研究，或是你要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顾问的角色，比如说你也可以来问我。顺便工商一下，就是 KC 其实大学的时候帮很多想念设计系的朋友做这个 portfolio 规划跟教学，对，然后帮助他们就是去考上他们理想中的大学的科系。对对对，这算是我的前一份工作，在加拿大的时候的工作，我是老师嘛，就是教别人做这件事情。回到我们刚刚的主题来讲的话呢，就是如果说按照台湾的艺考标准去准备你的 portfolio， 基本上呢你会白费很多功夫，因为很多台湾价值观里面看重的技术并不是国外看重的。你要去学的东西是，首先如果你英文不是很好，我建议你找一个顾问，因为呢顾问能够帮你看这所学校要的是什么，可以对症下药。台湾很喜欢搞统一考试，但是呢国外的学校都是独立招生，罗德岛大学它的艺考是设计脚踏车哦，我靠，而且用素描的手法画出来，那就是什么有人画风火轮啊干嘛的，很像音乐系会有指定曲跟自选曲，懂懂懂，哎，这样的感觉。所以在国外的大学会是这样的准备。再来就是你的成绩，英文成绩、雅思，个人建议 6.5 以上。以比较好的学校来讲，可能要到哦，对啊，他可能要到7。对，譬如说像纽约大学啊，非常知名的设计学院或 Art Center 这些的，你没有7应该是很难啊，竞争会比较大。但是其实7也没有到英文很好，说实话，就是学校的最低规的英文标准。对对对，简单来讲就这样。大家会很想知道说，好，今天我花那么多钱，我出国学设计，那我出国学设计的话，我的薪资毕业大概可以落在哪里？那之后的发展大概会长什么样子？以我当时读书，我是 University of Alberta 嘛，那我们就是在 Alberta 省，在那边的话呢，室内设计师的年收入是62000加币而已。非常的低，他的时薪可能封顶30几块，薪资还 OK 啊。但是这是你工作很多年的 average，而不是说一毕业就这样子。一毕业就这样子。最绝望的一个数据，对于室内设计师来讲的话呢，在我们那个省啊，整个省的在职室内设计师只有2800位，目前的职缺只有39个。相比之下的话呢，工业设计毕业生的薪资一小时呢，就来到了52.83块加币。哦，直接2倍以上哎！而且这是什么概念呢？他年薪有103600。天哪，这差超多！这个薪资在国外是什么呢？也就是你是工程师毕业，可以理解为就是台积电的那些预备的工程师，就是你大学一毕业你就找到台积电的薪资，相当于是这样。因为在加拿大有一个说法，加拿大是非常崇尚 engineer 的一个国家，对，很多人练工程系，对，因为工程系毕业会有个 rank， 你是国家级的认证工程师哦，对，工程师的毕业薪资10万。起薪等级算是蛮接近的， okay. 不敢说同等啊，因为工业设计系它蛮活的。我自己当时的配置来跟大家分享，我是工业设计系加市场行销，同时我又兼修了游戏开发认证，所以我是可以做游戏行业的，那我也可以做市场行销行业，甚至现在做室内设计师都可以。对对对，就很火。那我就简单帮各位总结一下，就是关于去国外练设计这件事情。首先呢，国外的设计跟台湾的设计其实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大学部分实作相对比较多，选择性也比较广，就比较不会被局限。其实我觉得要看你自己的背景，你可能要了解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人。背景就是我认识艾蒂。对，也不是说这个背景，就是说你可能要去思考说你比较习惯哪样的学习模式，你是喜欢那种就人家都已经帮你想好的，或者是你比较想要就是靠自己去配。那当然自己去配也是有一些风险，如果你配的不好，像是游戏练脚，你可能就坏掉了。对对对，因为刚刚有讲游戏练脚，你真的可以配不好的。我有看过人家可能配工业设计，因为他完全不修 3D 课，他修平面设计修到底，他复修是社会学，没有到很废，但是他薪水就高不起来，他最后就是去帮政府做海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这方面还是很多人会找顾问，他们知道说在国外念设计很有发展性，但他们怕说自己配点配的不好。而且有可能你从大一的时候有一些基础的设计一 level 的课，或设计二 level 的课，就是大二的设计课，你配错啊，你后面路直接走不了，走崩。大家如果要出国念设计的话，他可以走的层面很广，在那边也可以有那么高的薪
薪水，甚至回台湾你要转室内设计或者各种，你都可以很好找工作，甚至自己创业。其实我真的觉得国外的教学真的是比较偏向，就是给你一个核心的方向，剩下让你自由去发展，而不是给你一个公司叫你去哪里都套板。那我这个系列可能就会找几个出国留学回来的朋友们，他们在各个的系别，像是 KC 设计系，那我也有一些工程系，甚至我是商科或是文组的，他们回来有什么样的发展跟建议，大家比较想要知道一些比较细节，在出去之前事先了解说，哦，我走这条路未来会长怎么样子，就比较安心。这支影片真的含金量很高，因为其实 KC 真的是走过这一段路来，像他现在已经是在台湾做的非常厉害的一个室内设计师，自己也有一家公司，还行。对，你看这整间就是他设计的，啊，对，特别要求我要在这边拍，给你们看一下。没有，对啊，想说这样比较应景一下。大家有没有想要了解特别的什么戏，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讲，那我可能就会特别为你开了一集类似这样的访谈，然后帮你解答各种疑问。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啦，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小铃铛开起来。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拜拜，拜拜。